呢度有三支靈芝王嘅嘢，生命液嗱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 Victor 嘅產品嗱，我未用過，唔知咩料、嗯、，OK， 所以咧我介紹就弱啲嘅，咁佢叫我嚟送，我嚟送俾啲友，我會嘅，既然呢俾我冇理由咁衰拎出嚟買啊，你唔講我拎出嚟買，打個價錢，但係我唔係今日送，我聽日送，聽日我諗下啲話，諗啲問題，咁聽日做啊，咁啊價值咩咧？嗱，價值喺出萬寧嗰啲萬寧啊，一田嗰啲買咧就288蚊一支 ，OK， 咁啊嗱最緊要有黃口面咧，條有黃嘅話，有話嚟嘅，十八陣嗱，其實我都想做啊呢啲咁嘅貼紙啊，係，但係好貴啊，唔知成蚊兩蚊啊，即係連喺我啲產品度用我乜頭啊，結果我又唔做呢啲，就做真係 label， 咁啊黐撚到爛撚曬，呢個貴嘅嚇，好啦，咁呢個咧就靈芝王嘅生命液啊，咁呢個係你哋公司產品。係啊 ，OK， 即係精神水。呢、這個唔係精神水，另外一個呢、這個靈芝王有30年嘅啦。其實佢係免疫系統之王啊，係飲得嘅神仙水嚟嘅。呢、這個係唔係自吹自擂嗰啲唔好講啦。嗱，因為我想問咧，係咪你公司精神水嘅產品先？唔係精神水嘅，唔係精神水，另外一間廠。係啊，有冇 AKK 嘅技術？冇 AKK。嗱，咁你如果買得咁耐咧，大家上網 search 下，話30年靈芝王生命。
打俾我咧，我都嚇咗一驚嘅。收到。哎 ，hello， 要 hi， OK。我都已經嚇咗一驚啦，你知啊，阿 Jeffrey， 我都嚇咗一驚，因為你佢仲講咗句，個醫生話我都應該死咗噶啦。係啊，睇咗個心電，個心。佢話：如果根據佢哋嘅角度去睇件事咧，因為呢個 report 咧第二日第二個醫生幫我再做一次出嚟嘅，醫院做嗰個咧佢唔俾我，佢話呢個政府嘅嘢唔俾得你嘅，唔係政府唔俾，鄧兆堅醫院喎，唔係我喺律敦治，律敦治唔俾我。第二日去找我這個醫生的時候呢，他可以去回那個醫院那裡拿回report出來，他都沒有給我，即是你找了是找了那個是私家的最大的一次的，最快私家的，這個私家的醫生做先這麼清楚，你看現在私家醫生告訴我，他看了昨天那個醫生醫院的醫生說的說話，所以他也有跟來的嘛，跟著其實說了所有東西，他說我應該死了就話應該死咗啦。咁我諗我喺你面前我冇死喎。啲救命先，因為你佢而家中意心熱咧，超級粉絲嚟嘅，太歲心曬聲要靈芝，佢介紹好多人飲啊，佢就咁介紹人飲。咁啊公司自然都介紹。因為你知 Jeff 最地址是個 3D。我而家基本上，我有時九點幾就瞓覺噶啦。我好俾好你想睇邊個？我總睇個你個 3D 嗰個 3D 嗰個，即係太得人驚個 3D 嗰個。你看這個呢，我來演一下，是吧，應該是不能動，這些呢你看它動手發給你嘛，我知道你發給我，因為它這些呢是一鐵證，中間你知道心肌顏色，你知道誰前誰後，是啊，知道大家看到，還有它心電圖啊，之前就向下的，現在向上翻波，起死回生，起死回生，聽到沒有，石本和范宇光都是，是啊，真是大膽，幾大膽啊 Jeffrey，佢曬妹都，哇！個死乜嘢啲大膽嘅咧，你呢個咧，其實阿 Jeffrey 話俾你聽咧，你呢個個案咧應該會震動醫生噶，佢一定呢爛好，呢心肌壞死冇得翻轉就好翻噶，知唔知啊？佢話你血唔到，你幾分鐘就死咗噶啦，聽到未？即系行难以置信，几镇定啊！见惯大风浪，几大智慧。唔系佢嗰日打俾我，佢都好镇定。佢话医生话我都就嚟死，即系佢已经死咗噶啦，佢应该死咗噶啦。佢嗰日打俾我都话唔系嘛，医生咁讲，佢系啊，佢应该要死噶啦。佢话嗰度唔喐噶啦。喺医院个医生咧就话你下昼就会死嘅。咁我都系冇理佢，我都系翻咗屋企。咁第二日嗰个医生见到嗰个 report， 佢话喂，你应该琴日死。即係佢哋講寫得好嚴重㗎。